哎，发现几个漂亮的，有一个坐着背影看的不错的。Nice。来，大家好，我是老尹，看背后，尹记包子铺，面食，这是老尹的副业啊。嗯。想来的到时候都可以找我来，老尹啊，咱们目标现在是，第一找性价比的货，第二找缅甸市场最漂亮的女麻袋。这边缅甸卖芒果的都是论个卖的，一个的话400到500到600到1000之间，缅币一个。这边面停摩托车是500一辆，500缅币一辆，去年的话好像是300一辆。今天这个现在大棚里的这个蛋面市场，蛋面啊就是裸蛋包包料，找美女啊。有啊，这个女的背后看好看，正脸看就不太好看了。有没有货呀？没有吗？你听懂中国话是吗？哎，看我翻译跟她说。一点点听懂。好，一点点听懂。好 ，OK。这一堆女人在干嘛？哎，这不行，这也不好，这太干了，这啥玩意儿？不行，这都干的冒火。知道什么叫干的冒火吗？石头两个石头之间一摩擦就着火了，太干了。这也不要，这也不行，全堵。磨弯机啊，1万2万买一个切切玩，垮了也不怕。这种东西一天切100个，垮了都不可惜。啊，妈嘞，这给我整个大的，这也不行。这种往往有一点点假象、表象，回来让你花更多的钱去买，都是以小博大。这人呢一贪。一有赌博的性质就完了，缅币2500万，这是缅甸人写的呀。对，缅甸人。这都不是中国人写的字，不是啊，中国人不会写这种数字，知道吗？中国人也不会写缅文，这个东西是缅甸人自己，有可能他自己作假写的，不是真实写的。海哥，好，谢谢。哎，这大胡子有个性。对，大胡子，有，白白的跟山羊胡一样，没有嘲讽人家的意思啊，我就是举一个形象的记忆。形象一点，抽象一点，你们会记得更深刻。哎，发现几个漂亮的，有一个坐着背影看着不错的，然后这几个应该是华侨，应该不像是华人，啊，是华侨。这个尤其白白的，看看这个女的，这有货吗？吃上了都开始。华侨。哎，你是华侨？有。哦妈嘞，华侨啊，我还以为你是老缅。收到什么货啊？今天？没收到货，那今天不就白干了吗？吃东西也花钱呢。行 ，OK， 拜拜。没有啊，没有啊，没有啊。有货吗？没货呀，我来搬篮子吧。要走了，走了，没有货啊。这边还是卖石头的。早起的鸟儿有虫吃，坚持不收档、不回家的，就是因为今天没有挣到钱。这是雪花棉，不假，叫暴风雪雪花棉，但是是油青的。啊，这个。上岁数的女人戴比较合适，年轻人不适合戴。这也真有手镯味，厚度也可以，但是这个出来之后全是雪花棉。这不老累啊？500万。啊，欠500万，妈累。要不要买？我在想。这个50可不可以？阿登。啊？这能切手镯，你自己就切了，知道吗？我去切手镯还不知道能不能成。这有个好东西。这个脱纱还行，对，看出来了，这儿有一条蟒带，我看了，这儿有一条小蟒带，这给过多少？500万给过了，500万不要，这个滴滴的，我搏一把，你高高的，我是倾家荡产了，我搏它干啥？对不对？多少钱？你给价吗？这个50嘛。这么漂亮的料子50万，嗯，怎么卖我？你想办法吧，你有办法，50万可以买一个，啊。卖了，但又给高了，50万，收了一个，行了，今天咱们就结束了。今天第一单开张啊，拍了好多天视频了，50万收第一单啊，我让他跟着我回档口去拿钱，切的时候我再给你们录一个视频看，到底咱是切涨了还是切垮了啊？